你打中了好几下。对了，你叫西西啊，你叫西西啊。再等一等，都要就要去上海了啊。初六的时候你要去上海了，你就成为大学生的狗。你看。你看能不能快进来。做完了。我一遍遍的。嗯，给狗狗已经加上了这个东西，这里面这个东西是土霉素啊，和益生菌啊。现在这里面给它加上了益生菌啊，益生菌喂狗狗吃啊。真的现在特别挑食啊，天呀，光想着吃蛋黄。你看我把蛋黄给它加在这个给它加在馒头里面，它都不想吃。这小狗狗真是，再重新给你搞。你看他不吃又开始吃了，这个小狗真的好挑食哦。我刚才寻思带他去医院看看，检查，看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？但是我们这边又下大雪了，我也没法带他去。还好都吃了。这个小狗狗是大年三十那天救回来的啊，一共有三只，但是我又找到了一只。它要去上海了，初六就去上海。挑食，现在可挑食了。天呀，你都这么难，这么挑食的话。这谁能养你啊？啊，这么挑食的话谁能养你？你看看，挑挑拣拣的。这么能挑食，那握手，手，把手拿出来，手，手，手，握手，还接着吃吧，来。天呀，希望你没有事啊。吃饭吗？有食欲吗？一开始有，后来没有了。啊？一开始有，一开始吃着吃着还吃点鸡蛋黄啊，就是吃着他再鸡蛋黄放跟前也不吃了。没食欲了。没有食欲了啊。现在开始做个技巧测试啊、哦！我的天啊！你们都找对象，都找几年的对象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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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啊！
哎，别掉下去了，那别怕啊。不要油，不要油，天啊！完了，油。天呀！心小啊！不行不行，又吐了，拉了。哦，快拿纸巾，我给你擦擦。对，你别说。天呀，这只小狗狗它带着犬瘟啊，它不然，这只小狗狗得了细小，带着细小，现在送到这医院了啊。刚才这医生，他正在给下面的小狗狗这打针。天，希望你能挺过去啊。唉，这有一只小泰迪，它在这取暖。